这里是京都念慈庵冠名播出的《我们仨》，好费好嗓好声音，旅途有你很开心。当我们独自面对大海，有时会感觉怅然若失，那个所谓的自我会变得越来越小。来啊！当我们一起面对大海，也许会感觉若有所得，自信、自足、自由自在，跟随海潮一同油然而生。大海会成倍的回报你对它的期待，大海总会给你最好的安排。夕阳有，于是我们会明白，所谓的幸运就是当我们携手同行，偶遇的一切意料之外皆是惊喜。惊喜正在持续发酵，所以必须给新来的朋友预留一份。我们的特别小伙伴来了吗？带他们玩肯定是能叫了走的，但是到那儿他们开不开心我就不能保证了。我们现在出发哈。好的，出发 ，Go Go Go！ 欢迎你来到美丽的涠洲岛旅游。啊，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。Welcome to your beautiful 涠洲 Island。哎呀，我这还有英文呢，咱们这块儿。我呢叫黄小群，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岛民，对吧？我从小出生在这里，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，我是第四代的祖母。对呀，我的外婆的妈妈了。祖母。我是50多岁了。您都50多岁了？我是个小我女儿都26、28了。看不出来啊，很年轻啊。可能是珍珠粉的效果。珍珠粉。那我就叫你黄姐了。黄姐，那你我先叫我黄阿姨还好。哎，这嗨，这姐不亲切。如果你叫我黄姐的，那我就飘飘然了。飘飘然了，可以可以，可以飘飘然，可以可以。你来的就是涠洲岛这边哈，环海的一个岛，对面就是越南，还有一个涠洲半岛，两个隔海相望的一个岛，我们要坐轮渡过去的。对，轮渡过去多少？是的，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岛就是斜阳岛。整个涠洲岛呢，东南西北各一个景点，是你们游客最向往的一个岛。因为这边呢，所有的天气就是一年四季如春的哈。现在呢，就带着你环岛游啊！我好嘞。我们前面的我的朋友们吧。没事，我走两步呗，要不我要不我走两步吧。
季节开过去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哎，我们的特别小伙伴来了吗？是他，是他。妈，这小伙挺帅啊！哎呀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睡得好吗，毛毛？还行。你们怎么还装不认识呢？那怎么着？啊，不用再开了，因为我的朋友都过去了。咱到那儿右拐，直接装没看见是吧？对，装没看见。咋开过去了呢？不然怎么开到哪儿啊？他也装不认识咱来着，游客是吧？咱先回去，他要吃饭去，可能他就是。干啥呀？还真是他们仨哈。OK OK， 谢谢了。我帮你。不用不用，黄姐不用了。我就有什么事我都自己来。来吧，快点儿的吧。因为都比较熟嘛，然后玩起来我挺开心的。干啥呀？还真是他们仨哈。那我说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我来，我来。不用姐，不用姐。哎呀呵，放过来。哎呦呦，妈呀！让人姐姐帮你，你谢谢谢谢。好，欢迎你们啊！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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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姐姐慢点啊，姐姐。来吧，我们还介绍一下吗？啊，还可以。这不都认识吗？这不是，这位这是刘湘老师，是咱们那个游泳冠，对游泳冠军，游泳冠军。知道在家特意查来着，昨天好好学来着。啊，那你说说吧。我别说说了，我别说了。我把东西放在这儿可以吗？反正你住楼上。好的，嗯，我先放这儿吧。行，你先搁这儿吧。你们吃饭了没有？你要吃饭吗？我，不是你做饭啊？你早上给我安排什么了？我先看看啊，我先看看，这不是正常给你们留时间吃个早饭啥的，吃了吗？不是上哪儿吃饭去啊？不是，是你带我们吃还是上哪儿啊？没有，现在就咱们就去公园了。你们吃完早饭，咱们就出发去公园了。哦，你穿这玩意儿一会儿方便那个玩吗？导游不是不玩吗？我就只负责举旗儿。你这是来当导游的吗？是怕我们走丢了，我们四个可不好管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四个都有主意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昨天好好学来着，你主打主你就管吃的，对，他主管玩，毛毛主打就跟随，跟随，主管看，站队，他主要站队，捧一踩一，关键的一票，搅和，搅和，制造矛盾。吃饭吗？人给送来了都。快吃饭吧，你们吃。他拿来五碗粥。吃饭吗？我不吃了，我